喜欢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个角色都很难忘，因为在那一个工作的那个时间当中，我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它。有没有一个偶像？梁朝伟先生，可以跟他一起工作，就是一份很荣幸。其实我觉得我还好，我不太会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，然后去在一个地方去不停地钻它。我可能当下第一点我会爆出来，但可能过十分钟我就好了。就是有脾气的吗？会有，会有，会有，属于暴脾气吧。没有机会做，也会煮饭吗？简单的，对，刀工不行。最厉害的什么菜？可乐鸡翅。然后我从小住校，然后又是学舞蹈的女生，可能就是独立性比较强，所以我们可能也比较会照顾别人，所以我也有会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。偶尔会比较中性一点，婚后越来越女人了。啊，已经很多了。以前粉红色是在我的单子之外的，很少会穿黑白灰，颜色会多一些。